糖厂当做长事哈，啊，正好我的家旁边是个庙，本来是小小的庙，后来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啊，每年哦，几十年来每年就到什么时候就演戏呀？啊，我就住在这里哦，那个声音好大，那我就做主啊。这个庙这么大声啊，我每天要上班都睡不着觉的，啊，神就让我睡觉没有听到他们吵的声音啊，就没有听到神啊，把那个声音没有了。我说，哎，你们昨天没有拜拜吗？有啊，哦，我们都弄到快天亮，我说我都没有听到的，哎，怎么那么说的？哦，上帝就给我灭，把音哦。除掉我就睡得很好。啊，有时候我去上班，在医院啊回来都要经过他们门口。啊，他们就说了说，哎，啊，怎么这个鸡童啊在发作？啊，怎么停笑了呢？他就跑出来看，啊，脱休假，他说许小姐，哎。许小姐啊，拜托你好不好？我说什么？以后啊，你不要经过我们这个庙口啦。一经过我们的鸡头在花洲，还有人来问神可以拿钱的。他们正好在问这个鸡头，他跟他讲，啊，他要跟他讲他什么病什么病啊，结果我们他就停了。我说。我也没有到你的庙，我经过这里而已呢。他说奇怪呢，我们这鸡头怎么怕你？我说不是怕我啦，怕我上帝啦，我也带着神的地。他说你以后哦，拜托你不要这汪一个大圈，我叫做不可能。哎呀，拜托了，叫我关了，我说不可能。后来我几十年来了。他们就预备要堂长就说这棵树不要，要叫他搬走。最近啊，我们要建房子，叫他搬走。他说没有，不然你就来买，不然你就来租这个地。他说我都没有钱。他说哎，啊你不是管钱，现在。常常有来问神来拜拜，剩了几十万入百万呢，怎么没有？他说：“哦，对不起了。”他说：“什么钱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去放高利贷，想多赚一点钱，结果都给他泡汤了，没有了。”哎，那怎么办？啊，堂长就说。我就祷告了五六十年哦，他就没有帮助。他想说，现在我这里要，不然你就租，哦，不然你就买，不然你就帮助，啊，没有钱，哦，租也没有钱了，啊，就帮助。哎呀，所以我就住在这里，就是平平安安。还有中间哦，在演戏。我在家邻居有个洗头发的，他就问我说：“许小姐啊，你没这里演戏几天哦，你会不会很吵啊？”啊，我就说：“上帝就是爱。”我说：“我就为他们祷告，吵就几天嘛，哦，求主让我不要听到，就睡觉觉着，上帝帮助我就睡得很好。”后来有一天啊，他们在那里说他们演戏的时候，有人心脏病说吵了，他们晚上没有睡好。他说叫演戏的人哦要提早结束了，他们大概演到十点半，他说提早结束，啊，他们就在这个台下在讲到，谁去报案？谁去报案？这样扣收价，这样扣下就指定我了。
感谢主，正好那个洗头发那个太太哦，正好在，你讲什么？他说，人家叫我们早一点结束了，就那个许小姐去报案了，所以叫我们什么8点多就要结束了。他说你欧北够了，他说你们乱讲。他说那许小姐哦，在我们这里洗头发，我有问他说，许小姐，你这几天好吵哦，哦，你在这里，我说没有关系的，那几天而已嘛。他说跟我这样讲呢。哪有去报案？你们乱讲、嗯。那不是许小姐，是别人啊，说不是。嗯、后来我去洗了他，许小姐，人家冤枉你呢，说冤枉我，说冤枉什么？他说他们在演戏，你说他们叫去报警察，叫他们提早结束。他说我告诉他。不是许小姐，她不会去报案的啦。那谁呀？她说是别人啦、啊。所以神啊，为我伸冤啦、啊，为我哦，把那个来害我的、想我坏话的就不补了。所以啊，神实在是顾念我们信靠他的。对中间有人来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之后说。叫我光一个字，落单机，落，啊，条，不能动。我说我也没有跟着的，我经过那边的。啊，我单机快惊了，单机呀，怕我。我说怕我，这是很奇妙的，神的就是奇妙。我就这里好多神迹奇事。对。所以啊，神是又真又活的。对，我们信的神是真的又真。我现在，我就是现在传呼，我好多见证。现在人家叫我去，最近那个9月重阳节啊，那个艾加贝尔请我去呢。对。哈，你这样去做见证可以啊？我说我不去可以吗？哎呦，好多人都有去。他就来带我去，他就拿一个桌子，这样刀子，把一个袋子摆上去，一边摆一边开水，一边摆我的要讲到的句啊，新句我都用毛笔写的，他给我20分钟，我就讲到20分钟，我给他讲看。再讲，不要下来。那个牧师说，牧师时间到了，我就你来讲。他说，他们请你讲嘛，你就继续讲。下面的时间到，那个12点半都给你讲。我说不可以这样，我就再讲到半小时，我就下来。然后结束以后，他们的姐妹好多有这个手机嘞，像妈妈，我要跟你一起照相，照完了，我也要跟你照相。我说哦，要照到几时啊？就是这样，大家好，我是说真实的见证，救人性。对对对，感谢主，我现在还可以写毛笔字呢。不要。